因為去年咧就去幫，即係邀請阿 Philip 咧去喺教會寫廢巡嚇，所以去年咧我就幫佢戒指啊，搞咗我好多時間嘅，係啊，不過就好開心。咁今年咧佢打嚟咧，咁我即係我直覺上面佢都係會邀請你寫廢巡嘅啦，咁我冇估錯啦，咁結果都係。咁其實我都好開心嘅，因為咧就第一係因為佢有啲你嘅恩賜可以發揮啦，可以發揮得到啦。第二咧就係、是、即係佢有俾啲機會你啦，想識你啦。咁你我相信你都係好開心嘅，即係你有機會寫廢春，即係呢個以我所知，你都好想去發揮你你嘅恩賜啦。咁同埋可以我又可以幫你一齊去做啦。大家一齊可以去，又再一次攜手去為神去做好。咁我覺得係好興奮、好雀躍嘅。你聽完佢回應佢，係啦，咁都好嘅，即係可以照舊年咁樣喺屋企寫定一啲啦，然後貼出嚟。回應咧最重要咧。就是一些重點字，他有說一些重點字是很特別的，你有沒有聽到一些重點字？他開始說的時候，他說一些情，一些感覺，他是很開心的，是啊，很開心，你回應那些字，你，當你聽到他很開心，他很開心什麼呢？你聽到他開心什麼？都可以侍奉，其一，但他很強調一件事，他很強調一件事，就是我有機會發揮一下，這個其中之一，但有 有一點他特別強調的，他特別開心的，你有沒有留意到？他是說其實他說了不止一次的，他用攜手一起去做，他很開心的。咁呢個咧就係佢表達佢中意同你一齊做嘢。咁所以你可以點樣回應咧？你試下用感覺去回應，而唔係用想法去回應。感覺回應，佢話中意同你一齊做，你同佢一齊做，你會唔會開心咧？你會唔會開心佢同你一齊幫你啊？同你一齊做一啲嘢咧？都開心嘅，都開心。咁你話俾佢聽，一齊做啦。譬如一齊做家務，一齊做呢樣嘢都開心。嗱，你加咗個刀字，刀字即係點啊？個感覺係咩？去食扒冇啊？食扒都開心嘅，有個咩感覺啊？有啲咩感覺啫？即係可能打咗折扣啦。係啦，係啦。他講的時候是很開心的，他不單止是那個說話，你有沒有留意到一件事？因為我一直聽他講的，我一直看著他講的，你有沒有留意他的表情？表情是怎樣？你有沒有留意到？是的，他有表情的。是什麼表情？可能是，即是開心。他真的開心的，他真的，他講的時候，他開頭一講的時候，當他知道是那個傳道人叫他建華，他已經他說講了去年開心，跟住他又講到今天一起做很開心很你用了不同的字眼的，即我當時我聽到記得那些字眼，我覺得這個是很特別的，這個就是我們聆聽，其實為什麼會聆聽呢？就是看重一個人就會聆聽的，你追他的時候你有沒有聆聽他講話？他講的話你會不會很喜歡聽呢？你喜歡聽的時候你自動會聽的，OK， 你試下回應他那種開心，你可不可以想像怎樣的過程可以開心？可不可以想像到？想像到想像到好像去年那樣很多人來拿可以一起去買筆啊、買紙啊、一起去籌算啊、一起去想想怎樣啊、
呢個過程咯。係啊，一齊買筆買字冇錯。呢個過程你覺得點啊？呢個過程就好過我一個人去買筆買字。點樣啊？好過我一個人自己去。係啦，除咗話好過之外咧，嗱好過一個人去買。你可唔可以用一啲強烈啲嘅字眼？嗱，我想你想象一下，假設你而家係單身一個人，而家你寫揮春，你就自己一個人行去個鋪頭就買啲紙，買啲物，翻嚟寫，同而家佢同你一齊去買，好開心地同你買，同埋睇住我寫，咁你嘅感覺，而家佢同你一齊去買，同埋同你一齊寫，同一齊去做，你嘅感覺係點啊？感覺就係有人支持咯，有人支持，有人支持呢個係 thinking， 呢個亦都係一個感覺嚟嘅，即係有所謂精神上嘅支持 ，moral support。moral support 係即係一個 fact， 唔係感覺。感覺咧講俾你聽五樣嘅感覺嚇 ，glad 開心 ，sad 憂愁。Mad 憤怒 ，Afraid 惧怕 ，Ashamed 羞恥，嗱呢個大類嚟嘅，呢啲係感覺，咁佢同你一齊買，你嘅感覺係咩咧？咪 glad 咯，係咯，你會開心，即係唔係一個人去買係咪？一個人買就比較差啲嘅。你有冇見過有時咧？我有時喺街度行咧，見到一個男人咁行。有時喺個餐廳度，一個男人坐喺度食嘢，有冇見過啊？有。你感覺覺得點啊？見到佢？嗱，唔係必然嘅，就如果佢係路過嘅，或者係冇約人，咁當佢係路過而又匆忙嘅咧，咁佢會珍惜一個人。因為一個人咧有一段寧靜嘅時間，咁佢即係變咗 solid 喎，唔係 lonely。咁如果佢係冇 friend 嘅話咧，又大把時間嘅話，咁會係比較特別嘅，會係有啲 depressed 嘅。OK， 因為佢大把時間。OK， 好。咁你有冇見過有時兩個人一齊食嘢有傾有講嘅？有冇見過？有啊有。你又覺得點啊？哦，咁啊好啲，即係佢哋嘅 spirit 都係會提升嘅，會 lift 嘅。咁我想問你，你同你太太可唔可以咁咧？希望係咁啊！我真係可以嘅，即係如果能夠互相撐對方咧，咁就好。嗱，其實我聽你太太講咧，佢係中意咁樣嘅，佢中意你早啲翻屋企，有啲時間同佢一齊做一啲嘢。中意你嗰啲計劃，唔好淨係你自己係，佢有佢份，佢係歡喜嘅。即係我覺得佢睇重嘅關係咧，我覺得係多過你。咁所以你可唔可以就真係開始享受呢種關係？即係其實我覺得咧，每日你退咗休咧，你可以有一啲時間係兩個一齊去做一啲開心嘅嘢。哦，譬如做 gym。做 gym 但係佢就唔係好易熟，唔係好易衝嘅。OK 嗱，呢樣嘢咧，做 gym 其實都好好。OK， 但係呢樣嘢咧，我話俾你聽，有時一個人唔歡喜咧，就冇辦法嘅。咁你就揾一樣佢歡喜嘅嘢。佢話佢中意拉筋嗰啲。係咯，你就做一啲佢歡喜嘢。咁你都可以諗一啲嘢係同佢一齊做，有個開心嘅。食嘢都係嘅喎，嗱，有時兩個人坐喺度食嘢咧。你有冇見過兩個人坐喺度食嘢，似乎係兩公婆，不過冇咩嘢講嘅，有冇見過？都有，因為佢哋冇咩共同話題嘅，同埋咧佢哋一講親個話題就衝撞，係咯，好麻煩，係咯，咁啊真係麻煩。咁但係即係佢唔識包容對方，係咯。咁但係亦都有啲係好好嘅，係咪？有啲好。所以呢個是在乎你建立啫嘛，所以呢個就是我就想你哋能夠建立一啲咁樣嘅好嘅時刻咯。